back。收到。马修，马修。Cheers， 你说。野村。我可以直接射那个记者吗？我不知道。看这王八蛋，我要操他全家。确认一下是这。如果不知道记者的话，直接击杀。收到。那我没子弹了，好啊。Are you fucking serious? MP Mag。收到。没有，我在你后面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OK， 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绿色 HBT 点的。你不，你去红手。Yes。OK， 帮我把那个 HBT 点消掉。感谢。好，等我包完。喂。烧全家，烧孙子。OK。包主男主，麻烦各自前往你们的点，开始进行肃清。好，走喽。我们最主要是要找到最后一名记者。跟着你啊，怎么？知道。那我跟着你啊。好，那我们。男主是往 M 还是 M 四啊？走了。OK， 好。那个男主去 M 五，红主去 M 四，然后直接肃清过去。快点啊，跟着你啊。尸体再重新一次。他说从南面进城。他说，他说，小走。哎 ，Stone 反了吧 ？Stone， 你说男主是 M 五还是 M 四 ？M 五朝东。M 五好，直接朝这样子出进过去。OK， M 五朝东。OK， 好。男主集结，准备朝 M 五沿着东方进肃清。有什么东西不能杀？都杀，全都可以杀，而且敌方 QF， 是这样。你给你狙，起来你杀我杀，很大都杀，狙狙，全部都开，又是安全，开门喽 ，OK， 开 ，OK， 就是安全，有点那个，我觉得有点，开镜的时候跟摔镜头的时候，要有镜头开我开我，开门，开，来男主状况回报，上上。有军，北方有人影吗？看上。我走了。马上我们西北边要有一个 fire team 接近。得手。OK。他刚往在应该左边走过去。我是东方五号作战。丢个手榴弹过去吧。让这些男主目前被压制在照行内部。哇！我吗？不懂，端在这旁边。OK。丢了，我丢了。OK。还有。OK， 男主东南出口集结，我们准备硬推了，慢晃出去。OK， break out， break out。马修，如果我要往这边跑的话，我应该就会挂了。是我在这边断后。在吗 ？OK， 好。还在，你可以到右边。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。解决。OK， 你不多打。谢啦，掩护一下啊。OK。我只拿起中号尾巴。目前率男主三名成员往东推一个 block， 持续推进中。这才是我要的 PKP。果然温压弹很好用。有你的位置。等一下，标一下。Warrior， 我们西边。标示地图56号点。左边那段没清吗？好、哦。我从你左边那段里面。对啊，左边那段还没清啊。OK。然后你重发一下，注意有声音哦。我不要地图了，56号点。我接。等等。我往前推哦。
OK。哎，马修要询问你的位置。地图上绿色圈叉点，我们。对，我等下往这边过去。清楚一个。我看到他喽。我看到一个左边那栋。Change Mac。OK。等一下，我要先进入黄色这栋。好，我帮你看外面。切派这边一楼进空。OK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上二楼。OK。进空。为什么会有那声音 ？OK。在隔壁栋红粉红色建筑。提鬼回来了。再用这蓝烛迅速清掉那个红区，红区接着查我们。他说：“那个麻烦你们保上面的那些建筑，然后一直往西开始出清。”全局麦，干掉一个。OK。上面，请稍后。道路对面，然后直接从西开始行进。哪里啊？确认是否有黄色区域？确认。我要朝里面丢手榴弹。到时候对面还有一栋， okay. 然后目前红区状况正常，建议医疗兵可以往前先推进。OK。Rush B， 进入，切派，安全的。切派，翻一个给我，就不安全哦。我推喽。OK。推，安全。不是安全。哦，上去了。上方大雷给我一下。OK。上方安全。OK。我朝里面丢一颗。OK。我子弹。哎，子弹。哇。安全，不是安全。对，他的八级。哪里啊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看军火库哎。是这个东西吗？那个军火库一开始就看得到的了。有军。有嘞，小队。啊。我该迷路了，差点。OK。这边清空了。我发现。但这也是蓝组，目前我们黄色区域又要看起来是都出去过了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刚刚说继续往第一那一边出去。我们可以把所有可以爆炸的东西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引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突出的。可以啊。那你可以看那堆军火库有没有什么可以引爆的东西。哎，石头堡地下。哎，我们东北边有石头堡在楼下。等一下，我看见是谁。收收，我们先拿下大栋建筑物。啊，准备有我。那个二楼是敌军。OK。啊，石头搞毙啊，躺在这里。他突然阵亡了。没有，他刚躺下而已，他现在基本上应该是来不及救了，现在致命性失血。石头，你可以讲出你的遗言，然后我们可以说拜拜。但我们这也是拦住，目前位置1304点，请求医疗兵，好吧？啊，石头快阵亡了，现在就算你没靠自己。Got it。那总之我需要医疗兵。左边阵亡了。哦，超超 ，OK， 好。他在基地里面，我刚刚有看到他死亡讯息。What can we do？ 收到。你好，石头，我帮你救活了。你不打，不挂机呀。我也不可以独立，叫我找地方。我只能说你们现在状况。目前地图上1304需要医疗兵前往，还有陆战。他说：“你们先把伤者稳定下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派医疗兵过去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会先继续朝西推进哦。”把你的那个伤兵点出来。有没有炸药？有。他说：“身上，我目前伤兵都是需要输血那种，就是可以作战，但是需要输血。Okay. 但是我们会带着伤兵去往前推，你们就看什么时候跟上。对，要炸药。炸任务是没有讲，不过应该也是没差。
说不定炸掉还有加分。这里有伤兵吗？友军在道路上。发刀吧。伤兵在对面道路上面。伤兵在对面吧，对面那边。你们有人看到最后一个记者吗？目前还没收到，但我觉得应该在那个公车那一边。然后我们目前位置在1304，需要一条平行输血，好吧？到时候那个总川现在过去一下。OK， 我把公车旁边的看一下疑似记者的东西干掉。哎呦，漂亮！那应该三名都倒了。我把这台车移到道路上去挡他们。哎，我们把这台弹药车移在路上，然后下面贴炸药。我已经做好了。Spot 副驾 ratio 车中有一个。因为一下三名字是否愿意急刹 ？Oh no！ 你定多久？教授，我还没定啊。那个 HU 说我们还没把三名记者给击杀，那个再重新找一次。收到，幺幺前面有敌人。南面接敌客。帮主麻烦，接敌 QRF， 你要拦阻，麻烦你们搜索一下，我们还剩下哪个区没见到记者？目前还剩1304以西，1304以西。到时候那个你们尽快收缩完毕之后，用。到底在攻啥小？你重发。那个你们尽快收缩完之后，再看，再重新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掉。到时候。哎，有一个倒地，有一个倒地，一楼鲁拉倒地。那个 Jack， 你后面鲁拉倒地。我看到。是。欢迎你们先吃。像你状况如何？对状回报，挑战很好。消收开始带头往西推进，往西推进，进出行。往西走到下楼。我他就是速行其他地方，然后找一下有没有记者。好，直接还没有。男主全员开始朝西进行推进，并输清点主火吧。啊！打掉我那个死，那个死。刚刚回报，西北方开始敌人开始进入。西北方敌人开始。哇，超收，继续也是红主接敌，然后男主尽快找到最后一名记者。可以。可以。这里男主请重发。男主尽快找到最后一个记者，就是我们书信还没书信过的区域，再找一次。到时候我尽快确认。OK， 男主去往西推进喽。你讲，你刚登机时间，跟着风飞直升机。好了。好了。
回在小号回啊。那你们现在位置？目前在这个城镇的北方。我可以找到。男主家人居潮汐属性下建筑，看见那个记者到底在哪里？猎人组想确认一下，刚第三名记者是红组击杀的吗？想确认一下位置。告诉我们位置朝公社靠近一下。拦住公车已经不见咯，请我自己动态去确认你是我三名记者都已经杀 over。查一三一四点集合，好吧。中中铁上岸。五点钟。好，举高。中。集合。碰到自己。到绿色一三一四的方向，我们待会儿要怎么走？阿比，他先挂了。哎、欸，I38才迫降也蛮猛的。好好。好烂哦。那个男主，麻烦东南方，东南方的建筑物，那个 VIP 在哪里？东南方，请说。这边已经是苹果是空的哦。麻烦你们再检查一次 M 3跟 M 2点 ，M 3跟 M 2点。M 3跟 M 2 m 3跟 M 2西南超收。伟正，你还好吗 ？OK 的。OK， 那集合了，准备走喽。麻烦去 M7点进行就是 VIP 手术。追踪组一名重伤在治疗。他
他说剩余战斗人员麻烦去 M7 点进 VIP 什么什么。有的。我在帮他用，啊，这个他的球。在恢复他的球。他球手有点。他已经废掉了。这一阵只能躺在床上，很容易中枪。包好了。包。可是他进失血了，我先跳出去。没错，哦，都已经包好。单组，麻烦去 M 八点 ，M 八点。好。嗯哼。我先走了。M 八超收。停掉了。麻烦去东北方那个红圈那里，红圈那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尽快尽快尽快，现在。一米，对，这是拦住超收。有军装，有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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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看到东西吗？对，拦住。我们先回到绿色圈差一三一四待命，不用，直接去红圈那里，直接去红圈那里。间隔、okay. 我特色已经紧张了。自动这里拦阻，请确认 VIP 已经击杀，我们还有需要前往红圈吗？我们还剩下一名 VIP 没有击杀，然后那个目标在红圈那里，刚刚 HQ 场。对，优雅说他 TP 了。这一次女仆回报优雅击杀了最后一名。不好意思，抱歉。那个麻烦所有人立刻撤退到K1 点。豆子也给豆子讲西南，就他叫你往东南。那时候我已经倒地，我不能跟着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已经向南。OK， 干嘛？哎，少侠，你是白痴吧？啊。